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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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相信心离了法，无相信心离了法，一千万劫难遭遇，一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来，请问，问心，问心，来向法师问心。好，大家谢谢。谭居士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在家菩萨，阿弥陀佛。这个佛教要轮回报教是，佛教要轮回报教是，真久就计划啊。计划拢袂当实行，啊，拄拄我迄阵啊身体无够理想，所以袂当实行。但即马都感觉较会使咧，所以讲，佛教爱佫赶紧来轮回报教，尽量即个佛教的理智会当深入民间。可以社会化是最上好的，尤其是现在最近有这个电视的报告啊，这么多啊，所以使大家咱要研究佛法其实很方便，但是虽然电视方法是电视方法啦，啊，有但是啊完了有需要一半拜仔来去轮回报告，好卡夹夹较无人的钢筋，或者是伊无时间通啊去看电视的人，他互相来请求安尼。啊，今仔日来讲的这个题目啊，就是讲美满的人生。是怎樣叫做美滿的人生呢？當然我們一個要怎樣做一個人啦，美滿的人，一個美滿的人當然就是愛就先對我們的這個心理先有一個控制，對惡的方面有一個控制，对善的方面有一个推行，这个态度。啊，即卖再搁再来，就是，家家户户，人人哪会当去得到达成到一个美满的思想、美满的精神？那个美满有这个思想、理智，有这个慈悲。安尼就会当达成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家家户户啊达成到美满呢，当然国家美满，社会世界大同美满。所以由于儒家内底啊，后修身修心，治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这拢算是教咱美满的人生，但是美满的人生爱到有美满的生活，所以用分作两段来讲，美满的生活是啥物货？就是咱上要紧爱有这个美满的信仰，唔通恶白信，唔通恶白拜。咱唔好过来杂信杂教，啊，但干来要来去杂，啊，乱乱拜，乱乱信，啊，
当的信仰不爱去信，尤其迄个信呢，照中国语言来讲，是徛人道人，啊，徛人就是行啊，行为，行为甲咱的言行啊有一致，言行有一致，才叫做讲信。所以这个信呢，当然每一种教都重信啦。基督教讲信是力量啦，那佛教是讲信为道源，讲对无？你若是假使讲无这个信呢啊，你已经无甲做人的人格拢无啊。所以这个信是真要紧。那佛教在咧讲信是讲行为甲你的言行。是重在拜拜为信，譬如讲，即卖讲，什么叫做立地的信呢？啊，咱哦，信因果，信事理，信道德，这三项。但是因果、事理、道德，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是爱安尼做，唔只是干呐。讲来修行，你若无修行来讲，这社会真黑暗啊！咱人生直直堕落去，人格直直无去，所以变成这社会直直黑暗。你骗我，我骗你；你抢我，我抢你。那几个都是赌场啊，上济，直直产生，一味直直产生这个赌博行为，过来嘛咧博缴，过去嘛咧博缴，拢总都是这个博缴，意味生活。博缴人几项歹呢？博缴人啊，第一心一定要赢，啊若无赢，若输咧，就想爱炸厝。这自私心真重，大条人大家无困，大家人大家尾也无钱诶，都爱想空想胖啊，食头路哩，来贪公款，或者是做官人来贪污，这若是咱一般诶人，大家尾也无头无。无钱也未当生活，就是做贼啦。来，以前是做贼啦，即卖是毋是干那做贼来呢？即卖是强盗啊！日时嘛要甲你抢，你明明知嘛要甲你抢，所以这是拢讲无迄个美满的社会，无迄个美满的人生的生活的关系，所以变成。社会在黑暗，一角落一角落，每一所在。我去国外，阿咧邀请人家讲，来你唔来阮哈、啊、来佚佗佗咧啦。但因安怎讲呢？哎呦，阮也讲，恁台湾即马不三时，那毋是抢人，阿无都是杀人命。阮遮虽然龙岗的国家是龙岗国家，阮。我自由咧，我自在咧，阮阿都去恁遐咧担险，实在安尼，红龙讲拢讲到到底啊，足无价值咧。你若无遐句啊，台湾若出去，互国外的人，啊，你倒个人讲台湾人，啊，咱的鼻腔拢正起呢，啊，鼻腔拢正起，恁知影意思吼？啊，好哈，好，你台湾人哦，哦，你台湾人哦，真好样呢。无如果起码出去啦，讲你是台湾人吼，哎呦，阮两个卖甲恁做伙个着，拢互相传染，这是拢对他来，对无信因果来。伊讲啊，因果我不爱信啦，插插伊，什么因果？啊，你不爱信因果，根本就无因果，唔是你不爱信就无啊。这个因啊，有那个因一定会的果，啊有小因大果，
啊无代过小因，啊无迄个无因有果，无因有果就跳动门神啦，啊、哦，也看处地啦，啊，你这这处地唔好，你就爱安怎，即马安怎种，安怎用才好，安怎起厝才好，这就无迄个因，啊有迄个果。这不过是一个正常言的尔，不是种因果。讲因果，较早宋朝有一个梵文公，遐伊厝呢，大家第二世死去都拢甲赞叹，哦，宋代人啊，哦，你这块土地足好。伊讲是安怎好安怎，你唔着讲话听，讲。好安怎？这代代出状元的地，好安尼哦，好好好。伊即马听到讲代代出状元，伊的土地全部拢伊的贡献出来做学堂，伊的厝呢拢甲改做学堂。啊，人去讲，哎、欸，宋大人啊，那是的，哎、欸，范大人啊，啊，你的厝那改改改呢是要创啊？都要来改来做学堂。啊，改安，你选哪要改做学堂了？啊，恁大家敢不是甲我讲，我这间厝会代代出状元，我对啊，啊对，我所以我将我的厝要甲搬来别位住，这间厝改做学堂，让每一个学生啊来这读册，拢可以做状元，安尼敢不是对？哦，迄阵啊，大家讲，哦，我这范大人啊，思想啊差啊多，伊是。大公的精神，啊，咱大家是唔是？哦，迄土地呐，愈好个吼，我就赚赚钱落去买，啊，我唔愿去予别人夺去，啊，我家己霸来用。所以这个，咱的精神差足济，也佫有人咧，因为爱这范大人啊，吼，范文公。真空高，人情人真啊随和，所以一个老百姓人人都爱去找伊，啊找伊啊一个第二线就在咧花啦，啊伫倒遐无所在遐吼遐一块地吼，迄块绝好地，迄块呐起厝落去也是做风水哦，哦迄河河树的人足歹，这绝好地，一伊。听到了后，因的爸母，因的大陆较早那撞落了后，拢全咧永远无阁去捡金。但是伊则讲，安尼我就来捡捡啊，捡捡咧用因爸母的骨头摕来撞到迄绝户地下，啊，甲囥下咧，啊，土也未养。因遐就讲，嗯，啊，呾迄块绝好地地，迄个啥物人安遐好呾，去放金刀红伫遐。啊，这个范大人啊，遐笑哩笑哩，讲啊，都我啊，啊，你都明记载，啊，都甲你讲，啊，你若要摕绝去绝好地啊，讲对啊，唔通绝别人啦，绝我袂要紧。这正正正，咱佛教的菩萨精神，绝伊袂要紧，绝别人袂使。但是有绝无，无四地人，伊传落来四地人拢做状元，啊，大家拢食七八十岁，所以唔好讲干那重地理啦，地理会变，照咱的心理会变。俗语嘛讲一句话啊。地福人居，也唔能叫地理袂去。你若予地理袂去，就是有无因有果，或者非因结果。这因果、消因、大果也有。你甲看，迄切一粒，遐细粒，啊，即卖去甲伊补起来，一碎遐大碎，啊，迄就讲消因。改过，一张龙眼子，只大粒啊！
啊，去甲种起来，一丛龙眼生到遐大趴，啊，迄龙眼子遐地，佫硬，佫痛啊！你偌济龙眼，就消因大果。所以讲因果，咱来学佛啦，上要紧就是讲，什么因，咱会拄到什么果，这拢定着嘞。所以唔免去计较，唔免去争取，打拼爱来咧奋斗，哦，来去打拼，这是爱。但是打拼有两项，一项是无诚实的打拼，无诚实的打拼，拢总都是为自私。啊，一项爱诚实的奋斗，诚实的打拼。这个诚实的奋斗，诚实的打拼，你才会当好得到善因果。咱佛教所讲的因果，譬如讲，这个六道内底的因在哪，拢在做人呀，做人遐在咧做因，要做将来要做畜生的果，也是将来要做。对了，做鬼的果，拢总在地你人道为主，也想将来你会去上天堂，也是后出世也会当来过来做人，这拢总都是在咱人道为因，人道来做生死，在地这人道爱做畜生因。爱做五鬼因、地狱因，也爱做天道因、啊恶修罗身因、啊人的因，后出世。咱若想要搁再做人呢，你都爱会晓好好啊修五戒，哦，卖去杀人的性命，尽量卖去杀人。你们讲，啊，迄都畜生会死，迄都生本爱放食，就叫做邪道。生本放食，无迄个生本的啦，是咱咧爱食伊，唔是伊生本要放食啦，啊、哦，所以明明是伫咧活，境界无共款，前生是伊做猪的因，即卖出世做猪，也伊有业力，前生是欠人的债务，所以当然即卖爱出世做猪，来去还人的债务，啊、哦。你若是爱欠人去共告门咧，欠人债务爱去共告门，你即卖就做到。这拢总就是咱的所做来因。你若想讲要做后出世看会当搁做人咩？当然，就是你爱不杀生，哦，对众生啊不乱杀。卖你恶白台啦，啊、哦，唔通讲迄都应该放食的，上好咱是卖戒戒乱修上好，要无佛教都要讲叫你去三净药，去买三净药，啊唔是咱自己去抬，也唔是为我抬，哦，也唔爱去叫人抬，咱真正这即马较无啊，古早有即款的这一款。富人人啊，啊，伊较早家啊，拢伊咧抬，啊，即嘛去甲人受菩萨戒，方少咧去受菩萨戒，啊，去受菩萨戒的时，因新妇生囝，啊，生囝当然都还佫在抬家顶补啊，啊，伊只家即嘛要安怎抬，我都受菩萨戒，都讲袂使抬咧。伊这么抓咧，来去隔壁拜托人，啊，某咪人啊，阮新妇都要做月来，啊，我即马都受菩萨戒啊，无拜托咧，你敢抬吼？即款人真济，或者是咱普通某个去到迄个菜市啊呀，啊去看到讲遐抬好底下迄个鸡，啊看无够好，无水，迄肉无好食。
啊，就看看来讲啊，唔啊，所以大家我都无介意，无介意，尾后尾安怎诶？啊，甲伊讲，啊，无安尼，规定，啊，这只较好，这只较好，无你这只甲伊抬咧，我连咪再来抓。这个咱普通一般就是讲，凡夫的肉眼，哎，他迄后生，你都生本来红食的，生本都就有都就都都也根据讲生本要红食，无迄落代志，吼、哦。但是咧做唔到也真济，还佫认为讲这都是对。参照讲儒家孔子讲的祭奠，一定爱太牛去个祭奠。所以讲，这都因为孔子讲的淫秽遐尼大，咱来杀猪也无够看啦，迄因为报未得过啦，一定要杀牛。所以说，应该爱杀牛，所以这款呢叫做邪见，这款低见无正确。啊，这个。亲因亲缘，啊，佫内底有所缘缘，啊，有无间缘，啊，有正常缘。正常缘，这就叫特别的加缘。每一项都拢总爱安尼。即卖来讲，咱来学佛，要得到理想的人生，你爱有三项放得下。放得下无？放得起未？吼、哦！一望得下无？下好放好未记得无？咱拢唔是过去的代志，咱拢调咧啊！逐摆见留都要留头，留以前的代志。有当时感情大家都已经真圆满，啊！你因为你留到以前的代志，啊，留到到底啊，大家都搁去冲突啦。这个做作业，啊、哦！拢要留以前的代志，啊，写得下嘛？你敢写哩？写未起啊！所以讲，叫你来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也都甲你放下，放未下。大家都讲，那叫别人放下，拢真会晓的。别人做唔对，咱拢看真有。但是呢，家己做唔对，未晓的。家己做唔对，你嘛唔知影。家己有唔对无？无啊，我哪唔对啊？那是你唔对，我哪唔对啊？所以，咱三皈依内底，皈依经就是爱叫你随时刻刻爱来反省自己，了解自己，每日看自己的生活对无？看自己的这个每日的。行为做了有对无？爱家己检点，目睭也是耳孔、鼻、嘴、舌、身躯，爱看看去点去检点，这个皈依经呢，并不是我皈依皈依皈依经，安尼念咧啊，就叫做皈依啊。你皈依皈依是翻白哈，皈依是翻白，翻白意思这里皈依是爱转啊。等下看咱家己，啊，归佛，等下找咱家己的角色，向阴暗，那么出来，啊，气候有较热，啊，大家拢穿较薄的衫，啊，即摆穿较薄的衫是啥物人叫恁穿来？啥物人叫恁穿较薄来？啊？家己叫的。唔是佛祖叫咱穿的，嘛唔更加唔是天公，所以归于自己的角性，叫做归佛。咱拢干那咧归外口的佛祖啊，干那归外口的佛祖，都爱咧拜佛祖。啊，你咱那咧拜，一旦那拜落去，就甲佛祖爱先交换条件，这个无啥对，吼、哦，这个信用无啥对。规范呢，爱就好好啊去学习，佛祖40年，大
当中所讲的是什么经，要看看去研究，要深入经藏，咱智慧文字上的智慧才会开。文字上的智慧，你若个无去深入啊，你智慧未开啊。智慧未开是免怎修？安怎叫做修？啊，知影，爱开智慧，所以爱重听经。但侬即马，干那讲啊，我都无用啦，我都无用。要为讲，咱四年咧讲经的时阵，啊，即马就顶，譬如讲昨日都拜五，拜五暗，暗都讲经。啊，即马有诶来拄着我，安怎讲？啊，师傅啊，失礼哦，失礼喏。迄个拜五暗，我都未无用，都未当来。你甲回事咧？按对按对？哈、啊，听经是你的，啊，煞你甲回事咧？迄就错误去啊！相反啊，听经也要听经，文殊修这三回向那么定无调啊！你想要解脱无可能啦、啊！唔通讲人讲你真够念佛，够念佛你唔着念甲智慧要有相应。念佛你念到智慧都无相应，你那是要念什么佛？啊，所以迄个叫做念迄个佛，就先是念念外口，借外口已经成佛的伟大的大德，伟大的愿力，伊的威信力，借伊的名号，咱来靠盖相应。啊，再往用伊的名号来甲咱的心相应，甲咱的觉性相应，安尼咱的觉性就会出来啊。所以你咧念什么佛，是念咱的自己佛，念咱自己佛，咱的自己佛唔好困去啊啦。咱来学佛，就是要学解脱。你安怎在得到解脱？当然就是要听经，但是听经咧，唔过听经。你若普通电视迄个讲诶，啊，拢较袂哦，迄个精神灌底啊，拢较袂度久哦。毋过，凡啊有呢，嘛是有人听啊度久啦。啊，若是讲即摆来哦，来去听经哦，啊来吼、哦，即毋后无咧做布袋戏，后无在遮咧人啊，所以拢听了度久，啊听度久后拜拜来安尼，所以这里。咱也知影，各位同修啊，尽量人若有咧讲经，咱也尽量去听。尤其是菩萨戒经有讲，你若受菩萨戒了后，四十里内有人咧讲经，你一定爱去听，若无犯戒。我即卖讲经，阿罗无说讲的真侪，啊、哦，对也讲，唔对嘛讲，迄款的嘛真侪。算是咱甲看的，啊啊，这教我袂下，咱无听袂要紧。讲经文殊修三项对待来，对去听经、读经、看经、问经来。无读你袂熟，无看你嘛袂当了解，无去问袂当彻底，无去听唔知影，所以读听、读听看问。这对文字学，那本对，干那唔好干那针对这个文字不切入，这叫做文字智慧。干那对文字智慧入啊，啊你无去修持，嘛等于无路用，变做学者，学者研究个真悬哦，哦，什么博士咯，啊博士要创啊？你若无解脱以上，什么博士嘛无路用啦，博士。等于咱凡夫同款，所以咱爱听了后爱来观照啊。以这个佛经安怎讲？咱的修行免哪修？修行免哪去持？所以一名叫做修持不济，观照不济，当时也是修持不济。这个观照修持啊，佛经安怎讲？啊，咱就来观照看卖咧。干那个安尼讲，念佛，你咧念多一个佛，啊，
得用什么会在那念那个佛，哎，多一个佛在给咱念，你去观看看，就爱这样看看观，哦，咱是念多一个佛，啊，咱的嘴到底是什么人在念佛，嘴敢会念，嘴未念，哎，用这样看就好，各位你现在看到我，啊，我也在看你，但是恁用目睭咧看我，是用什么货咧看我？啊？目睭袂当看，就是咱的觉性咧看，觉性附入伫咱的这个身体、这个肉体，啊，就产生迄个作用的精神出来，这看。所以，这个观照不止，啊，这个这个自性不止，自性就是咱的自性。迄当阵啊，咱直直研究，直直深入去，也咱会收集啊，我知啊啦。知影什么话呢？知影迄个叫做我。古早有一个师父吼，修行修了四十年啊，啊，拢无悟到。啊，无悟到，伊讲哈，啊，我呢，遮无耻，来遮修四十年啊，还未开悟，哎，谁来参看卖咧？啊，都想得要去参的时啊，咧牙医啊，啊牙医啊，脚骨去弄着一空，迄当阵啊，弄着一空，脚椅啊，甲囥咧涂骹个呐。啊，我悟到啊啦，吼、哦，无去弄到啊，你未悟，有弄到才会悟。这个悟啊，在伫倒位啊悟悟呢？色声香味触法六项伫咧，互咱做一个对象的刺激，才会悟到。迄阵啊，就悟到了后，一挂块书都挖来。无我输啊！你当讲到啥？讲到啥？啊，都讲到啊！我哪晓讲？啊，讲看卖，讲看卖。啊，无你跟人讲讲到。好啊，迄当初那头壳想想咧，啊，讲到啥？讲到迄比丘尼，我比丘尼拢查某人去做的啦。啊，这也使听你讲，因为大家比丘尼那么查某人，唔好查甫去做比丘尼。但是咱听是讲安尼真简单哦，迄时阵一粒五万粒汤，迄阵啊五条就五条，怎啊讲啊？这块鳌啊是佛爷做的啦，土去做的啦。啊，我知影这刀啊都是茶做的啦。一粒五万粒汤，这就叫做五。啊。自性不济，你若显会出来，咱解脱啦。唔免显偌济，自性不济，你就爱有这个自性的智慧。无耻消灭一分，你的智慧才会当提高一分。啊，有智慧提高一分，你就解脱一分。所以念佛是唔好讲干哪呢？哦，一日拼死命啊，念念几啊万。念几个万是好啦，念了心较无杂，唔过嘛都爱去对一挂理啦。啊，念好要安怎样会当得得解得到解脱呢？就是，念佛若有一直念去，你心自然会静，心静。搁再来呢，一直念去，念佛一直念落去，你烦恼无法度通生。所以烦恼就会清，这种是现象，这叫做道理。啊，现象是有形的事的现象，啊，迄个内底迄个灵性的，迄个觉性，几代呢？觉性咱本来咱也无去觉到，拢总是未，所以叫做灵魂、灵性、灵性，一般拢总叫做灵性。啊，即嘛卖落去，对了三恶道，五鬼地狱畜生，即就变做灵魂。
早已天定迄个灵性，咱拿来做仙、做十仙，你就会上天堂。啊，你若想要了脱生死，要解脱，一定你若持起念佛以外，无办法。什么法门你都无办法通解脱。这个佛陀伊最慈悲的，甲咱讲啊，不要紧，你若学未起来。要叫你断见思离后，你无可能。啊、哦，叫你坐禅，唔是讲嫌脚酸呐，啊，唔通讲解啊。叫你念佛嘛，嘴嫌嘴酸啊，都无拢免你啊。啊，所以唔好偏断，一定爱加减妄念。啊，直直念念，甲咱若要往生的时阵，咱会当。来得到跟阿弥陀相应，咱劈你，哎，一刹那呢，把手按捏了呢，就到位啊，跟西方去啊，啊，所以这咱也知影，这个因果有个反，有个报应，有三拜的报应，不是一拜拢总报，就三拜看看给你报，咱做一拜歹事。啊，就三拜报安尼，所以一拜完报，完报是完完相报。你骂我，我骂你；你杀我，我杀你。越结越深，完报。啊，这个罪报，这个罪报的，你创罪去害人的性命。你后摆就爱水灭顶，从火去灭人性命，就会去受着火灾、惨死、惨亡。你从铁器去灭人性命，你就会去受着车祸。这叫做罪报，因果罪报，你先脱都脱不离。可再来，就是无明业报，无明业报。这个三世六初，三世世个足世，迄、那个拖你偌久呢？啊，无对方冤业，罪报嘛拢报了啊，也过最后也会过报。像讲释迦佛，当时在地以无私结情。迄当阵啊，也做凡夫的时阵，人抓到一尾鱼啊，伊去也捡到一支车啊，啊，走鱼的头壳甲讲三下，伊即马头壳失脚或幸福啦，头壳个疼三工，你甲看这偌厉害，叫做无名业报，对。报甲参这无名，一点无名的报应拢拢无啊，才解脱呢。无伊嘛袂入涅槃。所以各位同修啊，唔通讲啊，我哪会不遮尼破病，遮尼重啊？佛祖拢无来甲我保庇，是佛祖无保庇啦。业报生本恶啦，啊会当大事甲咱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啊，就真好啊。啊，啊，人聊聊啊拢。看到佛祖无保庇，啊！佛祖要讲保庇啊，是刚刚啊是暗慢慢来。这个因果我阁讲一个故事。较早在一个大工内底，一个阿伯啊，啊加一个太太，啊这个阿伯啊有一天出去采鱼啊。看到人在卖麻鱼啊，吼、哦，啊鱼啊，伊即马都买一碗回来吃，讲嗯，啊，迄甲咱大迄个太太遐尼啊好，啊因囡仔遐济，那么顺续买一碗回来给伊，啊就顺续甲卡买一碗，啊回来就甲朋友太太，太太，哎，这一碗鱼啊，互恁遐囡仔吃啦，啊，多谢你哦。啊，人啊，受人的因啊，后来拢有迄个
自然的伊个家己想讲啊，人某咪人顶伊要啥货人？伊即卖换伊即太太去菜市啊，啊太太看菜市啊，看到人咧卖麻糍，有迄、迄客人做迄个麻糍吼，啊规粒用手捏的迄啦，啊看到麻糍就讲啊，来个买只麻糍转来吃。啊！才想到讲，我们人顶日咧，迄个阿伯啊，嘛通捧一碗圆仔来，啊，咱嘛买一碗，碗啊，顿啊，给伊食，吼，啊，就甲买一碗顿，啊，顿下，迄一碗呢，麻糍摕顿下，阿伯啊，这碗圆仔给你食啦，我唔通咯，我阿紧阿紧，这嘛是因果呢，啊，一碗圆仔因得到一个麻糍，迄大粒啊，圆仔因麻糍果，啊，唔是。因果、哦、所以咱对待人心胸啊较大咧啦，啊唔通惊人啦，哦、啊唔好安尼耳空轻啦，啊都爱会晓客气，讲话那会客气，态度客气，自然就真正人对咱就尊敬啊。你对人无尊敬啊，啊当然人会对你无尊敬，哦，所以这里。因果，啊有这事理，啊道德观念，事理拄则讲起啊，吼、哦，怎啊讲？第二，爱美满的行为、生活，拄啊迄个是讲美满的信仰，唔好啦，破病。啊，无爱来找医生，干呐？要来去念美卦啦，看他这个贵人伫倒位啊！啊，来跳白糖问神啦！啊，来看人呐，过新年啊，都来看望问看卖咧。较早有一位哦，伫台北啦，啊，伊个查某囝。学校咧算，去水底算，算了全就死去，十五岁，未晓收水，还煞在水底灭顶，叫水灭去，死。啊，经过五年啊，啊，有三时咧思念因查某囝，因咧老母不三时思念因查某囝，尾下人来甲招，某咪人啊，那依然一个吼。哦，看红衣真牛哦！你唔来看看卖？好啊，啊，即晚就去，去就看叫名，啊，着甲伊无着啊！我今仔日毋说无效啊！啊，你当问袂着啊？你着后礼拜再来。哦，你要问啥物人？啊，叫名先写写咧，啊，就问两个。好，你后礼拜赶快即个日来。啊，都后礼拜，譬如讲拜三，啊拜三都过去啊，啊过去伊着甲伊啊，啊就带啊，迄个看人员迄个，啊拢客人阿婆啊吼，啊拢真好看，也安怎看呢？头家转过来，转过去安尼，哦，啊安怎转？啊，想来想去想拢无安尼啊哈，哎嘿。想来想去，想拢无啦。你即马即个是，即马安怎死？啊去伫搭？啊即马咧想无啦，未当好来解判断，未当来甲讲。啊，都来看讲想来想去，想拢无。因咧老母听唔对伊，听一个煞哭出来，哈！无咪人啊！啊，你跋落水甲当五年啊，收来收去收拢无，啊，毋是还伫水底，啊，就走出来。好啦，啊，我都还伫水底啊，浸到即摆还伫遐咧浸。好、哦，等于讲迄个是外乡人呢，啊，应该食苦啊，实在是，亲像即款的哦，尽量啊，唔好去信啦，啊，以前我就当无所不学啦，啊，都啊，
美国念美国嘛是去有去学过啦，但是到尾啊，我拢唔蛮袂啊，蛮捌人问，师傅啊，啊，迄阵啊唔是叫师傅，叫叫老师啦吼，迄阵啊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阮某闽人即马跪什么道哈？这个实在真真头疼呢，像这款呢。帮你跪什么道，你嘛无法度啦。假使讲甲你算起来，你即马跪落地，对跪道你有办法无？卖问遐较好啦。一伊那是假使再来真仙，伊敢会跪落跪道？啊，再来若真落伊，若算着天道，啊，毋着去天道啊？吼，迄毋是安尼，这款呢叫做瞎见。观念无正确，所以这个观念吼，还较正确嘞。怎么讲？行为的生活是啥？咱普通一般下来做做，拢不离开五行。财色名是谁啦？为着钱财，大家都要爱财较济嘞，大家爱钱较有嘞。较富如他用的，哎呀，你钱财多，敢会当富如用？无可能啊！啊，你钱财敢若多，后摆是做作业吧？财，即嘛这是咱配。合时机啊，都要配合咱的因果。咱的因果是像啥？像去拍火车票。你火车票若去拍到珠江号，一定你坐珠江号来享受，济公号来享受。你都拍到普通的呢，你想要跟人坐珠江号，无可能嘛？啊！迄个珠江号去你到地，伊啊，咱个别人坐，咱就使较好。啊，较早哦，真好哦，爬起哩，伊啊，就甲拍倒啊，就睏。哦，在台中听好睏，甲台北去。呀，你若坐普通车哩，都爱安尼睏呢，也无到右面顶安尼睏呢。哦，真艰苦，坐普通车就无共啊。所以迄个咱坐普通车的人，要对人享受袂用嘞。呀，你退休长底嘛是像坐火车票同款，你拍的火车票是甲台南、甲高雄，也是甲台中的尔。啊，都甲台中的尔，你想要共坐甲台南，无可能嘛。所以。人若讲要求收讲，你车票你有摕起来看卖无？看卖毋则知影讲你到底你食到几岁？啊，你都无摕起来看，你哪会知影食到几岁是要求偌济？你敢会知影通求？财色名食随，佛经所讲地界五条根，色是男女色，啊男女色啊。常常咱男女为着这个色欲做作业啊，真济吼。啊，名是名誉，权利名誉，做名闻利用，爱要靠有名，啊，无一定爱有名，无一定有名，愈有名愈嗨。所以古早人讲，鸡猪惊大只，人惊啥？啊，惊有名声。你若个正经要有名了，差不多爱扭去啊，危险啊。所以较注意较好啦，莫想爱有名较好啦。啊，这里五欲，六尘呢，色声香味触法。色是色相，他都啊色是男女色，即嘛色是色相，有物件有色相有形色的，拢叫做色。
这用目睭去看，有声音的用耳孔去听，有芳草的用鼻孔鼻，用味食了好食歹食用嘴舌，触就是身躯去感触，去接触，法就是咱外口看看的，拢入去脑内，脑内才想法方法。啊，即马去到人遐，看到人装潢安怎装潢，咱转去嘛要想啊。当然要配合的，配合时代，迄是袂要紧。啊，你若干那空空啊，戆戆想，无太咧想，无太发头脑。哦，但是头脑唔通无用，愈无用你会愈直，一寡头脑煞变做白痴去。坚守五戒，你哪会当坚守五戒的人？人道完成，不杀生为人，不偷盗为义，不邪淫为乐，不妄言为信，哦，不饮酒为智。这五项若修起来，就是人道完成。后出世你免惊会堕落，一定人道。后出世有人道，在地人道遐，他来享受。啊，你若是欠一项，做杀生，还是做偷盗，或做邪淫，做妄言，做熬饮酒，饮酒，饮酒做多啊，我不甚是讲，讲。有一个饮酒，做四项罪出来，参饮酒拄着五项罪。较早有一个真爱饮酒，啊，住厝里直直饮酒，拢伊无钱啦，所以无菜。门开开，鸡啊走一只鸡啊对遐入去，这也是缘啦。迄只鸡啊走入去，看到啊，就安尼去甲掠，啊掠去杀啊。太太做哦，滚滚的一鼎啊，带做韭菜，做菜皮。啊，胖起鸡迄个查某人出来咧找鸡啊，啊找七个找八找找到一间厝子门口，看到迄鸡毛，哦啊，安尼就无咪人甲偷掠来杀啊。里面甲拍开个桌顶一坎鸡肉，那无咪人啊，啊你安尼鸡甲偷掠来杀，讲我无啊，我哪有去甲你偷掠？我无你桌顶哪有鸡啊？讲我菜市啊买，哦，迄当阵啊讲，我要来共讲，好，你会做贼啦，哈、啊，爱都酒啉落去醉醉，爱迄查某人啊淡薄有姿色，煞甲揪咧舞了。啊舞了，讲我要来共讲，你这么苦，啊算煞甲病死，啊做几项罪呢？抬鸡佮杀迄个人。也饮酒来杀鸡，搁杀迄个，迄个查某，搁再来淫，搁再来妄言，啊，啊搁偷掠，安尼饮一个酒，五项罪总做出来。所以讲，有诶讲啊，酒都菜，酒菜无唔对，咱佛教唔是咧讲菜草，叫做野界。借酒做罪，还是惹戒。啊，咱若当坚守五戒的人，咱后出世也根本有通保持着人道五德，哦，迄个人道完成。你若无缺一德，就缺德啊；欠一项就缺德啊。缺德是，你若死也有四项德，死去了也去鬼道的神啦，迄个善神啦。啊，去几多较享受的心界，但你若是缺三德、缺两、缺四德的，迄就无啊咯，迄就拢堆落去啊，堆落做魔鬼啊，几多也无，啊若佫较歹咧，就走去地狱。所以，即卖放下遮来，啊，即卖讲，那要安怎得到美满的信仰？要安怎得到美满的人格？
啊，当然就是这个生活上，咱来检讨。戒是戒啥？戒讲卖侵犯人啦，利益人会当利益人的利益人，唔好侵犯人。所以这个叫做戒。啊，在伫咱厝里呢，上要紧，啊，就美满的状态，家庭要勤俭和。他打拼奋斗，这都在甲咱驾驶家庭的成功。啊，这三字勤俭和念念，你唔免学伤济，学遐济嘛无路用。会当勤无？会当打拼？啊，会当俭无？爱和无？逐日咧是惹是非，免爱和。过来惹，过去惹，你免奈何。在伫儒家所讲是讲温恭俭宽量这五项德行，做人爱温柔，吼、哦，爱温柔。俭呢，俭就是较够俭呢，卖自夸。卖咧，安尼见人讲，拢赞叹我自己，卖自夸，较够俭咧啊！咱你讲看，头壳硬，啊，迄、那个诶德行就饱，像个猪啊！你讲看吼，啊，咚咚咚诶，就饱碎啊！啊，猪啊，哪安尼举头咧？啊，你去甲架起来，无半拍他。那无怕，无怕，伊丢也未压头，哦，所以爱较高谦，爱较对人较恭敬精神嘞，对人爱有恭敬。侬安尼自夸，我无要尊敬你，你无要尊敬人，是咱家己做作业啦。迄个人，咱无爱尊敬伊，伊也无较实啦。较宽大咧，心量较宽大咧。伊讲唔对，做唔对，那不管你啊。对我讲，放下、下下、哦、望下，放我袂记咧。啊，咱拢唔是，吼、哦，咱拢过去心直直堆，未来心直直计划，你要哪会当解脱？就是爱。大家讲过去心嘛，今嘛，未来心嘛，今嘛，拢种三心甲提来伫今嘛，今嘛创啊，创啊，啊念佛，啊念念在地佛，叫做念佛，三心一地，拢伫遮，安尼才叫做念佛。所以这个阿弥陀经讲一件清楚，今现在讲这個意思，啊、哦。所以较宽咧，心量较宽大咧，会当宽谅人，就是你就是相当人格真悬啊。你宽谅人就无啊啦，吼、哦，啊让人，事事行行让人，啊，无我袂用咧，妈咧讲无你袂用咧啦，啊、哦，咱咧阿祖真牛。咱的家庭无阿祖嘛袂用咧，但是即马，咱的阿公真牛，阿公嘛死啊，咱老爸嘛真牛，咱老爸嘛死啊，即马话咱真牛，咱国无阿公嘛话咱要死啊，牛伫搭，阿牛人，啊，即个就是，美满的生活甲美满的状态，若有这两条来呢，你咱大家都会当得到真正美满的人格。啊，有一个美满的人格，家庭就美满的家庭，啊，就美满的社会、美满的国家。啊，你唔是当下就现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咩？啊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安尼哦，大家真客气哦。啊，卖讲去到西方啦。咱若实在是咱佛教徒，咱大家咱你甲看，咱大家都拄着都合掌，阿弥陀佛。
啊，你尊敬我阿弥陀佛，我嘛尊敬你阿弥陀佛，是安尼。尤其是正位时，恁拄着安怎讲？啊，恭喜啊！啊，阿弥陀佛，恭喜是世俗人啦。啊，咱若拄着正位时，就讲阿弥陀佛。尤其是迄五工内底。啊，有影是西方极乐世界咧，啊，免去做有通啊食，拢住厝里咧，佚佗啦，啊，若较一般的俗人就是拢去跋筊啦，啊，咱住厝里，人客来哦，来哦，恭喜哦，啊，拢唔免做啊，住一地，嘴安尼满面春风，住一地咧叫人来哦，来哦，来啦，食茶啦，啊，来来来，食粿啦，即摆较少人创粿出来食吼。啊，五工咧，啊，即摆来哦，来佚佗哦，佚佗了，搁再转来食饭哦。啊，不是叫了世界，你表演一个五天啊！看咱一年趟等于下趟个，亲像这五天，安尼咱就现在西方啊啦。所以杨澜所讲的哦，美满的人生，明仔暗晚啊，搁对美满的人生说落去讲。哦，这个美满的人生哦，我杨澜都袂记得扎起来。我干那美满的人生，讲要安怎创造美满的人生，那人为。要安怎创造人生啊？创造人生，迄本册真高。明仔暗，咱来迄路再扎一挂来，吼、哦。啊，甲为什么要念佛？啊，扎一挂来，甲在那无的人来结缘，用暗讲到这结束啊。明仔暗就过来，大家来见面。啊！祝大家法力充满，万事如意，阿弥陀佛。谢谢收看，祝大家法喜充满，下次。